许绍雄一家移民新加坡，久违回国宣布卖蛋糕，众星现身支持，太热闹。近日，许绍雄与女儿许慧晶同时更新了动态，透露一家人从新加坡回国，并高调宣布卖蛋糕。许绍雄与家人移民新加坡已很长时间，他还在当地豪砸重金买了一套别墅，让一家人住得舒服一点。女儿大学毕业后渴望自己开店做老板，他二话不说掏钱力挺女儿。目前，许绍雄一家在新加坡开了两家烘焙咖啡店以及一家茶餐厅。凭借着许绍雄的知名度以及店里不错的出品，三家店的生意一直很火爆，成了当地的网红打卡店。最近，一家人久违回国，他们与某高级餐厅合作，在餐厅内售卖许慧晶设计的一系列蛋糕。许绍雄在娱乐圈人缘甚广，不少明星得悉他与女儿要回国卖蛋糕后，纷纷惊喜现身支持，众星云集，场面热闹。曝光的现场照中，许绍雄穿着深蓝色衬衫出镜，脸上戴着黑框眼镜，打扮简单。73岁的他，脸上皱纹明显，但精神状态很不错。穿黑色衣服、头发花白的女士，便是许绍雄妻子。许太太年纪也不小了，岁月在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，但气质仍出众。